下来！我不要！是啊，不是我，当然有事了。他以为他是谁啊？他又回家检讨了啊？叫他去吃大便呢，叫他以后嫁不出去，买什么纸哦都开懂麻利，出门踩到狗屎，站在树下种鸟大便。灰灰，哇！然后就发威，不要把他当成病猫。伟杰，我怕。怕什么？你怕俊杰会自杀？你没他那么幼稚啊！我跟你说过，对男孩子有信心一点，不要再玩弄他了。我走了。我没有，伟杰。哎，亚芬啊！亚芬啊！你敢表示啊？这么勤快，怕什么？哎呀！啊！